赶快来。Star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y seems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cedar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Cause while I'm alone, as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eeding by the moon and you,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Sweet dreams, dear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s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a mood of the deep, dream a little dream.Sweet dreams, dear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s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OK， 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送上一首这个充满爱的歌，歌名就是 L O V E， yeah， 就是 Joseph Stone 的一首歌曲的版本啦， Joseph Stone 的版本 L O V E。我在找我的。To you, love
巧克力加喝酒，就是巧克力包后酒的那种巧克力，对，大人的巧克力。哦，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很棒，很棒，这样就对了。可以，可以。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啊，今天各位呢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些成员们每一个优秀的音乐人可以聚集到这边，是主要还是要谢谢一下我们。这个 band leader 是我们的 Lego 萨克斯风老师，是我们的音乐总监，他叫 Lego。你觉得如果这样不够亲切，你跟阿公啊，哦，他马上就狂奔到你的面前，好不好？只有他，对阿公啊，阿公，阿公，哎，那边有人 call 你呢，你是脸红吗？还是怎么？还冒汗这样子 ，OK OK。阿公说今天可以喝酒啊，但是在这之前是，他也想要用萨克斯风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种巧克力酒，然后又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说呢，浓郁的氛围。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哦 ，The One You Love。我们要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萨克斯风老师。
喜欢，喜欢这种感觉啊、哦。嗯，我刚刚看到有人摇起来了，那个萨克斯风一出来的时候就，嗯、突然就会听到那个声音，有没有？啊、OK， 是那种感觉，对，没错。萨克斯风就是这样子的魅力，所以我们可以说，除了萨克斯风，就是萨克斯风，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是第一性感的乐器。哦，性感吗？用性感来形容。吹得好的话，如果吹不好，就是演奏得好的话，那老师性感吗？性感吗？性感。耳朵听的话还不错。没有，老师姓张啦。对对。不性感，姓张。对，他这样叫感阿国也不是很好听。张立国老师 ，LEGO 好不好？Mr. LEGO。对，台上所有的成员就是邀请老师来，是就是邀请我们来啊、哦。好，那因为我刚刚选了一首歌，怎么样？跟海洋有关系、哦，但是我发现应该是要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对啊。等一下我会先play 一首歌曲 ，OK， 然后大家应该耳熟能详。我相信大家今天的那个 range 都很广啦，应该可以接受度都很广，因为我们各个年龄层都有，所以应该都 OK。其实。对对对，那这样子好了，我来挑战一下。现在呢，几乎复出是有困难，但是我曾经参加过他演唱会的 Celine Dion 啊 ，OK， 因为我刚报歌给老师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唱一下 Celine Dion 的歌曲，可以。然后这首歌叫 My Heart Will Go On， 有没有经典了吗？很经典，很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如果刚好有男女的话，就可以前后坐，知道吗？现场可以前后坐啊。好 ，OK， Let's try it， 就是我试试看这一首。嗯My heart will go on. 谢谢张华来。There are
你不用加油一下。刚有觉得在海边吗？真吗？是吗？有觉得 吗？突然大得抖。很棒，很棒，很棒。语言切换回来就这样。其实之前就一直有，我之前就是在唱歌上节目的时候，是就曾经有人劝告过我，你就好好唱歌，是不要一直讲话。怎么会？气质不一样。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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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可以显现出你另外一面，就是很亲近的一面。我觉得这是好事的。其实 我很喜欢，就是唱歌的时候我会有画面，嗯，然后但是打开眼睛看到现场，哇，我就觉得太有亲和力了。这样很棒啊，我觉得。那我再带来一首轻快的歌，好，这首歌叫《Need》。